妈，这今天湿漉漉的，你在这里干啥子？我把这干放在这里，把它捡了去。然后我把这些木用的再拆了去，带个桶子，怎么样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今天不要干了，天气冷了再说嘛。我去腌个黄瓜哈，我买的黄瓜。今天去街上买的黄瓜。把黄瓜清洗干净，小雨啦，也不往屋里站，是啊，就是关这些。哎呀，说下就下。黄瓜切成两半，再切一半，把黄瓜心去掉，再这样切成两半，中间割断。嗯，这好冷哦，你把这个吹下去，你吃了干什么？哈哈哈哈，你吃了，我也吃了，六个人面，这个可以拿来吃啊，然后这个再拿来炖一下，我们吃啥子？可以把它两分钟，把它白糖哈，放盐，用洗干净的水把它和转，腌制半个小时，大蒜切成片，辣椒切成两半，用点清水再投一遍，把水分给它拧干。水分控干，倒进盆里，把辣椒、大蒜、生抽、香醋、蚝油、白糖，加个油，刮掉辣椒，倒进来，现在就搅拌均匀。哇，看起来好有食欲啊！把它装在罐子里面腌制一下，妈妈看手机了，看我的黄瓜已经做好了，尝尝味道。好的、可以吃了。好的，果脆啊，还好吃，都脆香了，是不是腌制起还不错吧？嗯，你弄的这好吃，你跟高头阿姨们弄点嘛，给他们分享一点嘛。好，待会给他端上去。嗯，我们放点这儿啊，我明天去买点酸菜回来，捧点酸菜干饭，还好吃啊。人家就是从你这嘎巴嘎巴去，嘎巴脆。刚刚腌制的时候把盐放的多了一点，所以调味的时候就没放盐了。不多啊，刚刚好啊。现在味道刚刚好是吧？嗯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